抵抗日时，嘉义县二长尾到球赛日前开打，由二长张明达主持开幕典礼。张明达讲，既然每一支队伍都会让全力来打拼，以求会友。嘉义县二长尾到球赛对二零零七年办理，参赛人数对600多个人，到今年超过1200个人。参赛对象分作学生组、机关团体组以及社会组等等。一场杯呢，已经举办了17年，啊，全国我们所有的机关，国中小及高中啊，还有社会的人士呢，都全程的参与。为十七堂前的600几个，即马已经到1000几个报名参加，所以讲一场杯很感谢。各界的支持，也希望我们借这个桌球的运动哈，能够联系感情，也好让我们这个桌球的运动呢，能够推行的技巧能够更顺利，然后能够代替我们嘉义县这个代表桌球队呢，以后能够去继续跟替我们嘉义县争光。大人囡仔选手同场来比赛。麦当好在小选手有比赛舞台，培养囡仔对桌球运动兴趣，并且提升国内桌球选手的比赛能力。记者黄美佳，观察报道。